家长呢，经常会带着小朋友去动物园。孩子们看到小动物的时候，开心天真的表情呢，非常的可爱。比如说，下面这位来自于美国的小姑娘，在看到大猩猩的时候，就情不自禁地亲了一口。这个可爱的金发小女孩隔着玻璃模仿着小猩猩的动作，和她一起挥舞手臂，互相追逐。你跑过来，我追过去，小姑娘不时地发出咯咯的笑声。两个小家伙玩得不亦乐乎。突然，小姑娘双手趴在了玻璃上，小嘴儿慢慢地贴近玻璃。可是更没想到的是，猩猩也做出了类似动作，与这名可爱的小女孩上演了温馨一吻。这一吻呢，您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温馨？如果您自家呢也有小宝贝可爱瞬间的视频呢，非常欢迎您通过天天视频会的官方微博或者是微信呢发给我们。经过呢选取，我们会把您家的小宝贝的视频呢在节目当中播出，一起来分享这小家伙非常可爱的瞬间。